入侵乌克兰以来，就频传地方市镇首长遭到俄军掳走的事件。乌克兰副总理稍早发布了影片，指出现在还有部分的市镇首长落在俄军的手中，而且人数多达11位。来听他的说明。At the moment, 11 local mayors from Kyiv, Kherson, Mykolaiv, and the Donetsk region are in Russian captivity. We informed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mmittee, the U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bout their captivity. 除了十一位被掳走，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还指出了基辅西部一位村长和他的丈夫不幸都被俄军掳走杀害。他强调这些人都是被非法掳走，呼吁所有收到讯息的人尽一份力量帮助大家回来。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